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大家好，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玉池，今天很开心啊！这个在开场之前就收到了大量的礼物，啊，因为我这个要过生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如果这次你们没有赶上来到现场，庆祝我的生日，给我送礼物，就没有关系，随时可以送我生日礼物，我每一天都可以是生日，好吧？马上要放暑假了，我呢是这么计划的啊，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吧，因为我觉得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了解我儿子，读万卷书，他这辈子都没戏，就行万里路。你看一万里，我就照这个地图上比划，去美国最合适。哎，刚好去看一看，爸爸每期节目都要吐槽的那个国家到底有多烂呀，是吧？不是啊，是去感受一下大洋彼岸的历史跟文化。300年都不到，还历史跟文化呢啊？那么问题来了，各位。你们知道美国最有历史底蕴的城市是哪个？华盛顿啊，华盛顿哈，来，你说一个。旧金山。嗯，行，不问你们了啊，都不对，都不对。答案是费城。这么简单，费城。因为你想，它得有多历史悠久才能都已经废了，对吧？费城是曾经美国的首都。他的首都那会儿还没有华盛顿 DC， 还没有呢啊！而且独立宣言、美国宪法都是在费城起草跟签署的，到今天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这个城市，美国还不到300年，好吧？所以是不是很有历史？我儿子去一趟，那这历史成绩他不就蹭蹭上来吗？上下5000年，至少知道了200多了，是吧？啊，接着呢，我就上网搜费城的旅游攻略。就是也不知道是我那个搜索引擎的姿势不太好还是怎么着，就是铺天盖地的都指向了费城的一个地方，叫肯辛顿大街。我就纳闷了，难道当年杰弗逊跟富兰克林就是蹲这条马路上建的国吗？我半信半疑的点进了一个新闻链接，发现这条街不得了啊，满街都是垃圾粪便，大白天的街上躺了一溜的瘾君子，站着的和路上走的那都没个人样，眼也睁不开，腰也伸不直，走起来就摇摇晃晃，慢慢吞吞的，就是这也就是在美国哈能这么走。大白天你要是这个速度在深圳的街上走路，早上挤地铁的上班族给你踩死了，你知道吗？所以就带去这很麻烦呀。我儿子问我，爸爸这人在干嘛呀？我这哎，孩子，这就是美国梦啊！啊，这是个状态啊。这条路出了名的丧尸街道——肯辛顿大街，甚至有美国媒体评论，怎么说的啊？说，嗯，这条街的景象像极了第三世界国家呀。就说到这儿，我狡辩一下，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可不是这样的，有城管的，不是，就是我们这丧尸可贵呢，那得是赶到暑假。然后就是花钱坐公交车到了乐园买这个游乐场的鬼屋门票才能进去看的，是吧？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吸毒者聚集在这个肯辛顿这个地方？因为最近我们之前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啊，有一种畜牧领域的强效镇痛剂成为了这里的一种新型毒品。嗯，那主要是什么？便宜嘛，所以才受到瘾君子的青睐嘛。看过美剧啊电影那边就是$20 $20 就买一袋粉儿回去就嗨了，是吧？这个更便宜啊，$20能嗨好几顿。所以这个地方就被人称为叫海洛因沃尔玛之称。嗯，深圳有沃尔玛吗？多便宜，是吧？但是这个中国观众可能不能理解，就是美国人就认为沃尔玛是好便宜的一个超市了，按咱们就得说这是海洛因拼，对，大家才能理解有多便宜，是吧？好吧，价格低，味道纯，所以每年他会有来自全美各地的瘾君子到这里
打卡是吧？地铺一打，针头一扎，三两好友一块躺平，这就是美国年轻人逃避大城市快节奏的桃花源。哎，话说回来啊，数据不会骗人，美国现在毒品的状况是触目惊心的。美国外交学会一份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22年吧，数据的话只能拿到22年的，美国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死于药物使用过量。而根据美国 CDC 的数据显示，仅2022年一年就有10.96万人死于吸毒过量，这个数字历史记录啊。而这一切都要归咎于美国政府对于对待毒品的暧昧态度。比方说美国纽约州，真的，我刚才问历史悠久的城市，没有一个人提纽约，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纽约州啊，2021年宣布了大麻合法化，在去年颁发了36张大麻零售许可证，其中这个许可证啊，36张里边有一部分发给了叫有大麻犯罪前科的经营者，好听吧？就是以前的毒贩子。说白了就是，你真的就这帮毒贩都想不到，有生之年我能持证上岗，合法经营，我现在可是正经的生意人啊！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还开设了大麻的相关课程，寻求培养大麻种植的人才啊，就是美国农大什么那些，保证美国人民能够吸得嗨，吸得爽。尽管目前美国许多州都已经把大麻合法化了，但是在联邦法律层面，大麻依旧是非法的啊！不要听到这个，你就想到那儿去试试，不要轻易啊！也就是说，如果有个人在纽约的马路边啊，蹲马路牙子上开始吸大麻，碰到了联邦警察 FBI， 是可以把他抓进联邦监狱的。但是碰到州警或者是 New York PD， 啊，纽约的警察，他不抓你，他可能还凑过来，哎，哥们儿，你纯吗？哪儿买的？对吧？当然了 ，FBI 呢也不会没事找事儿，因为把你抓进去，联邦法院最终是不会判你的。就在去年10月，拜登发了一个声明，宣布赦免所有因为简单持有大麻而犯下联邦罪行的人。亨特·拜登，你看到了吗？你爹乔·拜登辛辛苦苦做到总统这个位置，就是为了给你这个爱吸毒的儿子铺路啊！啊，也可能有人会好奇，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对毒品宣战以来，50多年了，美国一直不遗余力的在跟毒品做斗争，甚至把军队都拉到了国外去打毒枭，那怎么打到现在，开始摆上货架公开销售了？嗯，这是直接投降吗？其实美国对抗毒品的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打击方向不太准。在咱们这儿啊，稍微介绍一下咱们非常优秀的缉毒警啊，缉毒部队，在咱们这儿对毒贩的打击和对吸毒人员的管制都非常的严格，两头用的跟卖的都严格。而美国人想的是，只要我把制毒贩毒的人消灭了，毒品问题就没了，因为你们没得吸了。而对吸毒者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也就是抓不完，真抓不完。你全抓起来，你美国看守所得什么样？叠罗汉呢，难上加难，那住不下的。但是需求决定生产啊，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当这个行当能产生巨额的利润的时候，就有人会冒着天大的风险去违法。所以50年来，毒贩怎么都抓不完，吸毒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而当吸毒者的人数达到几千万这个级别的时候，他就可以反过来去裹挟政府了，哎，因为这些人手里面有选票的呀。所以昨天美国可以大麻医用合法化，今天就能大麻娱乐合法化，明天就跟所有毒品合法化，后天就是，哎，你们这些毒品不合法的国家，你们是不民主不自由的。嗯，所以你们看啊，以前听的最响亮的一个这个制毒产毒窝点叫金三角，啊，小时候看好多这样的相关的电影啊等等的，
这当然现在也是世界三大毒品产地之一，每年流出的海洛因占世界总量的60%到70%，罂粟种植的面积世界第二大，就是名副其实一个毒。现在贩毒的声音不是特别的响亮了，对吗？他们搞诈骗了，还是为什么？因为诈骗的钱更好赚呢。毒品咱不管别的啊，它好歹是个产品，还要生产、加工、运输、贩卖，一个一个环节。卖的时候你甭管多少吧，按克卖吧，对吧？你大把钱花出去了，你能落点白面面？诈骗啥也不需要啊，啥也不会留下呀。就真的，要是裤衩能够通过支付宝传送，你裤衩都不会被剩下的啊。就是刚过去不久的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每次禁毒日警察叔叔都会强势出来摆摊儿，把真正的毒品的样本展示出来给大家科普。哎，这个绿色的糖果，这摇头丸啊，这根电子烟，你看这跟正常的挺像啊，里边装的是大麻，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出来了解了解，见见世面。可能你在一些娱乐场所一不小心就误食了现在的新型毒品，科普毒品也是为了磨灭大家的好奇心，因为这个好奇心一作祟就容易犯罪。还有一项啊，关于吸毒人员心理的调查，许多人回答他们吸毒的原因是创作没有灵感。嗯，我们这个行业好危险。嗯，我有可有灵感的。好，或是遇到了烦心事，他们会好奇毒品是不是能够帮到我。辛弃疾那首词怎么说的？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大家都一样，总是会因为一些事儿烦恼困顿，这是人生的常态嘛。没有这些烦恼，我们也体会不到快乐的弥足珍贵。而毒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让你虚幻的体验到快乐，一旦沾染上就不想醒来，而你的人生也就再也回不去了。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接着聊。广告的时候出去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跟他通知了一声，就是这个暑假美国不去了，因为爸爸骂他们了，去了怕被抓起来。你说前天半夜收到了一条阿刚发来的微信，这多可怕，七月鬼月啊，啊晚上给我发俩字儿，约吗？半夜耍流氓嘛。就是我当时就想，哎，是不是发错人了？哟，要么就是群发。这节目组的生活作风问题很重要啊，哪怕是一个键盘手，咱们也不能有丑闻，对吧？第二天我就找阿刚了，我说，哎，年轻人，荷尔蒙不要那么旺盛，更何况你都50了，是吧？做事谨慎一点，你又不会 rap， 不会打篮球的，干嘛呀？对吧？但是阿刚说我会踩缝纫机呀，对。没想到阿刚看到我非常兴奋，当场上衣就脱了。在这儿吗？然后扔过来两个拳套，说来打架。我说哥们儿，就是打字打拳，约嘛，谁能想到是约架的意思呢？啊，自从马斯克跟扎克伯格因为商业竞争在网上约架，阿刚还有吃瓜群众就很兴奋，嚷嚷着我们要向大佬学习，是男人就来打一架。我就搞不动，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热情。人家那俩人啊，是钢铁侠和机器人对打，赛博朋克，吸金可能高达10亿美元，就咱俩浴缸大战啊，有人要看吗？但是这俩哥们儿啊，就算架打不成，嘴是够硬的，
啊，都觉得自己不会输，搞得各路格斗爱好者心痒难耐，赌桌都摆起来了。有压马斯克的说体重是通往胜利的钥匙，有压小扎的说年龄和柔术的技巧才是击败对手的关键。各大平台和赞助商现在都蠢蠢欲动，连 Twitter 跟 Ins 的工作人员都在摩拳擦掌，说哎呀，就是我们要是能直播老板打架，这个月的用户增长指标那肯定就完成了，要是能有冠名，销售指标也完成了，对吧？再有同款的 T 恤、拳套、应援的物料，对吧？还有发卡，对吧？马斯克赢，对吧？这大卖特卖，是不是？老板冲啊！这次没打成，下次一定要找机会再打一回啊！如果说大佬约架是为了钱跟流量，在古代没有这个说法，约架可是很有传统的啊，在古代的欧洲十分盛行。那些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贵族跟绅士们，一旦有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就会直接约定时间、地点，还有一句话：“走吧，去郊外。”这是最常见的决斗宣言，不是失忆啊。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维京时代，维京人大家都知道，北欧啊那波海盗，也是靠约架解决问题。根据当时的法律啊，如果一个维京人觉得另外一个人冒犯了他，可以向那个人提出约架的请求。如果对方躲着不应战，说哎呀这不好吧，这样不文明呀，对吧？君子动口不动手。法官大人，你听我说两句，那完了。法官是听都不听的，直接判你有罪，不接招的这个是有罪的啊，连打架都不敢，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维京人呢？弄死你算了，对吧？怎么出海抢东西啊，对吧？你这个样子一看境外势力的奸细啊，对吧？不要看这个做法看起来很粗野，但是他在那个年代保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阶层的公平。你要知道1000多年前那个人类社会的阶级壁垒分明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维京人他们就算是人，虽然他也分三六九等，但是在约架这件事上人人平等，哪怕这个人是奴隶主，只要他消极避战就会判他有罪，就算他是个奴隶，他也能在法律的支持下以下犯上。所以不难看出来，当时野蛮的维京时代就已经体现了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这都能扯到法治精神。后来北欧海盗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约架的传统承袭下来了。西方的精英阶层还起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司法决斗，现在叫绅士的决斗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绅士啥呀？太野蛮了。在那个年代，没有法医啊，没有满街的监控摄像头啊，指纹识别呀、DNA 鉴定啊，没有福尔摩斯、狄仁杰、柯南，来俩人上法庭吵架打官司，吵到最后说咋办呢？别废话了，咱俩决斗吧。法官会非常的高兴，好啊，你们打吧，我下班喽。上帝会保佑说真话的人。就走了。决斗的时候，欧洲绅士时刻都会透出一种生死看淡和这个提得起放得下的精神，因为这个架打起来是必须要往死里打的，要打到对方丧失战斗能力为止啊！不是说现在你玩点这个就什么就勒脖子呀等等的拍两下啊就算接受，不行，真的是让你就拍我的劲儿都没有了。人类一直以来非常热衷于干一架，司法决斗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1819年彻底废除。1819年，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发明蒸汽机的瓦特那会儿都去世了，人类还在用打架解决法律问题。再后来法庭上没有决斗了，因为热兵器时代来到了，法庭上决斗呢容易误杀了法官，你知道吗？啊，所以原来的决斗靠肉搏，后来的决斗靠武技啊，曾经是猛男胜，后来是快男胜，现在你大家都知道都是美男才能胜，你这个啥时代，你太不容易带。西部牛仔那都看过啊，双方背对背啊，然后边边走，3、2、1转身开枪啊，这不是一决胜负啊，这就是一决生死啊。最出名的啊，当年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就是决斗死的，
跟他决斗的是他老婆的追求者。你就是玩笔杆子的人，他玩不转枪杆子啊，人家给了你一顶帽子，带走了你的妻子，就给了你个枪子啊。所以早年法国波旁王朝曾经有这样的一篇回忆录，说从1626年到1638年，十年吧，十来年，法国因为决斗死了8000人。这哪是决斗啊，这可以叫内战啊。当年北欧海盗约架是为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后来西部牛仔为了分个，就是你声大还是我声大呀，直接就分个生死。到现在决斗发展成枪击事件了，都网上说一句我要报复社会，直接跑到学校啊闹事，突突突突突突突，这就没有歧视精神了，这分明就是科技朝前跑，文明朝后退。说起文明一点的约架，这个各位挺起胸膛，那是要看咱们中国的，很文明。春秋时期诸侯之间打仗还要先下战书，得先约才能打，你不能就是说我先打了然后告诉你我这叫闪电战，是吗？不能，好吧，必须下啊。一方面大家觉得自己我是礼仪之邦啊，头可断头发不可乱呢，对吧？另外一方面咱们虽然之间打，但我们都是周天子的诸侯啊，都是自家人，各国人口又很有限，咱们损失不起啊。所以打仗无非就是闹闹脾气，谁要搞歼灭战呀，对吧？那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呀。再看看这个战书里的用词啊，毕恭毕敬。晋国跟楚国打仗，楚国的战书里边写叫请与君之事戏，游戏的戏，还得用个请，请允许我们和您的士兵们玩玩。晋国的回信这么写的，寡君闻命矣，既不获命，敢烦大夫为二三子。翻译成白话文都是大概意思就是啊，那请您准备一下，哼，给您添麻烦了，就是这个内容。等到打仗了，双方还要互相问候，准备好了吗？好了，那我们来了哦。打的时候更是点到为止，有人受伤了你要允许他们抬回去治疗，对吧？如果一方撤退逃跑，另外一方不能死追不放，要追只能追50步，然后就目送他离开。我送你离开百米之外，说一声拜拜，头发白了你就不该在战场上乱来。我送你离开百米之外，是个乖小孩，悠哉悠哉，葫芦又来，下个站我还来。跟约架的规则相比，人类开始就更在意约架的胜负了，到最后要么打而不约，搞一场出其不意的闪电战，要么约而不打，在网上就使劲口嗨嘛，对吧？你就翻一下这两年的新闻，这么多人里边我们能够叫出名字的真正约架成功的只有太极五连鞭马保国，真的只有他一个。马大师的嘴是脸是肿的，真是嘴是硬的，倒地的姿势是他最后的倔强啊，对吧？说人家来骗来偷袭来啊，是来偷袭，不讲武德啊，耗子尾汁，耗子尾汁。再后来你们在网上发过约架的视频吗？就是要约个别人没有啊？约会都约不到呢，我约什么架呀，是吧？现在你要是想网上约架，发个短视频或者发个文字，后台就会收到消息啊，因含有不良导向，该作品不予显示啊，没戏了啊。过去约架那是因为复原真相太难了，打一场反而最公平，现在约架其实就是想吸引吃瓜群众的注意，说说狠话骗点流量。其实约架的价值并不是价，而是阿刚最喜欢用的词儿约。
啊，就算有竞争，我要赢得光明正大；就算打不赢，我也得输得明明白白。胜利的方式永远是自己比对手更强，而不是让对手比自己更烂啊！少一些莫名其妙的突然袭击，制裁遏制，多一些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这才是人们向往的骑士精神。你以为我在说打架？怎么又说到美国了？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接着聊。欢迎回来啊！先问一下，到现场的这5万多人啊，哈，平时喝可乐吗？哎，绝大部分都喝了啊。喝可乐的时候选无糖的举手，都是岁数大的，你知道吗？好，可以啊。刚才举手的朋友们，不用我告诉你们，可能都听说了这个好消息啊。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结束以后一人来找我领一瓶无糖可乐，坏消息就是我为啥就是这可乐我不要了呢？不是过期啊，可乐没有过期的，可乐秦朝出的到现在都放不坏，真是不坏这玩意儿。坏消息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无糖可乐的重要成分阿斯巴甜将在这个月被世卫组织的下属的什么癌症研究机构宣布它叫可能致癌物啊，它致癌。真的，我是一个特别爱喝无糖可乐的人，真的。但是可乐有很多品牌啊，我们这个不限品牌，这个我必须把它品牌挡住啊，因为它没给我钱。所以刷到这条报道的时候，我赶紧拆开我这个刚买的可乐，我看了配料表，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谁会看这儿呢？你这生产日期我都不看，对吧？做这个啊，所以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啊，看起来你们也比我年轻一些，咱们就是能够同步离开这个人间哈、啊。可乐，我送给你们，好吧？但是我一想，哎，不对啊，不对，这可能是西方反华势力，可能是他会对不同的市场是区别对待的，给咱中国市场加阿斯巴甜，给别的国家人加的别的东西，对吗？我就要整一个大新闻，然后我上网查了一天多呀，哎，北美的配料表也有阿斯巴甜，这就平衡了，对吧？咱一块儿死啊，对吧？不过我回去又仔细查阅了资料，我发现这个事儿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是个真实的机构啊。不是个骗子部门，他把物质的致癌性分成了四大类。咱们就是说吃的啊，就有1000多种。这吃的呢，像第一类叫令人患癌类，就是确定的，你只要用它，那只要够量了，你就会得癌症。有什么呢？酒精、烟草、甲醛等等。然后2A 类叫可能令人患癌，包括啥呢？紫外线。你想不到吧？紫外线他们也管。牛羊猪肉、油炸食品，还有2B 类，就是致癌性更弱一点，但也致癌啊。泡菜、榨菜、手机辐射。第三类就是最后一类，是是否令人患癌方面不能确定。那你写的干啥呀？对吧？里边有咖啡因，有糖精。你咱就别说除了吃的啊，就女孩子还有我们这样的，对吧？就那个烫头啊、染发呀、那个药水，一瓶药水里边有10几种成分，都是致癌的。所以，你跟一个抽烟、喝酒、烫头的人说，阿斯巴甜可能致癌？我操！来，刚哥，来一块儿。我早不想活了，我告诉你们，好吧？哎。真的要严格按照他们那个标准来活，
那你得出家做一个不玩手机不吃糖还没有每天擦防晒的和尚好吗？奥巴马前阵子也接受了采访，他对媒体说痛心疾首，全世界都在关注泰坦号上的五个富豪，但是却没有人在意希腊海域沉没的难民船。真的，这个事儿媒体们需要反思，为什么一艘载有750人的船只沉没，数百人失踪，希腊全国进入了3天全国哀悼期啊！这么大的惨剧几乎没有见到什么报道，就算报道了也没有什么人关注，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是难民，他们的生命没有富人值钱吗？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都有点害臊啊，好像我站在道德制高点在批判你们，我也在聊泰坦的事儿，那么其实我也需要反思，为什么泰坦号的事情我会看一堆文章的分析啊，包括他那个是一个游戏机手柄改的我都知道，而难民的消息我就一刷而过了。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下暴雨的时候我跟外卖骑手说，哎，慢慢来，不着急，不是我点的啊。手机上水滴筹的时候我也没少捐钱，甚至老人在路上摔倒了我都敢去扶，不是我，不是你看这儿啊，录下来啊，不是我撞的你啊，是吧？所以我也很困惑，为什么呢？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心理学专家问他，他告诉了我们答案，说这个叫同情疲劳。欧洲的难民问题由来已久，每年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当我们长年累月的不断的接收到这类令人沮丧的消息，内心持续的处于同情带来的压力中，你的情绪就会枯竭，变得麻木。就比方说孩子天天跟你要一样东西，久了你也不觉得他吵了，我就是不给你买，是吧？看看你跟孩子谁先崩溃，对吧？但是麻木的同情并不代表是没有同情的。当我们看到个体的不幸的时候，当媒体报道某个难民或者是俄乌战争里边某个士兵他的故事的时候，他的个体故事的时候，又会唤起我们的同情心哦。所以不用自责，我们需要的不是把自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网格信息里，而是在现实中用我们的同情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方说你们有多久没有扶老奶奶去闯红灯了，过马路了，对吗？说到这儿，你要说就是我们生活中能够了解的什么圈的人是同情心最富有的，饭圈的粉丝们，那是真的是最有同情心的，动不动就是我家哥哥好辛苦，这么热还在拍戏呢，我家哥哥好努力，他背台词了，他没有念数字，哎，12345677543123141567，今天不要说了。但是这几天他们应该都不太好过，我的天哪，自从台湾又掀起了一波 MeToo 运动，粉丝那叫一个人人自危，生怕哪天自己粉的偶像就塌房了。不过我的粉丝不用担心好吗，给大家一个保证，我不会塌房，因为我没有房。那具体有哪些瓜我在这就不详细说了，因为我也怕被发律师函，知道吗？其实呢 MeToo 运动这把火烧了很多年了，源于美国的社交媒体旨在让性骚扰跟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能够公开谈论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这个火这么久了突然间 台湾那块又爆燃起来，还要从一个月前台湾上映的一部跟职场性骚扰有关的电视剧说起。这个剧里边有句台词，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哎，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好多人引起了共鸣，就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还有男孩子在网络上讲出了自己几年前甚至最早的有20几年前被性骚扰的经历。各位啊，在这儿又要说我们这种无谓的呼吁了，他们能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放在大众面前是值得鼓励的勇气。作为吃瓜群众，我们能做的是避免去做一个加害者，它内容的真假我们都无法判断啊，就更不要去随意的揣测妄下定论。前一段一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停刊的消息在网上炸开了锅啊，现场那年轻的可能不知道是啥，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一本非常贵的印刷特别精美的特别有内容的杂志。
啊。但是国家地理也马上出来澄清了，说啊，我们只是停止了在美国报刊渠道的销售，没有倒闭啊，没有倒闭，读者们仍然可以通过网络、邮寄等渠道订阅印刷版和电子版。除此之外，创刊了320年，世界上最古老每天出版的《维也纳日报》，6月30号最后一次纸质版面世，之后只在网上提供新闻。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报刊亭已经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换的都是城管的岗楼多一点，联防队员啊。以前坐飞机或者坐火车之前，我真的是会去买一本杂志在路上看，因为看不到3页就能睡着，内容太无聊了，真的。而现在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足够了，每个人走在路上都在刷手机，这个是我最烦的，甭管那个人行道有多窄，都是在那刷手机，边走边看，有的还本走的倍儿慢。你们碰到过这种吗？就是刷刷手机，还突然停下来，就可能就一个人能过，你知道吗？还停下来，碰到过吧？我特别好奇，我说你看啥呢？这么起劲，对吧？看小鼠羊开就算了，对吧？我凑合凑合看看是啥，嘿，贴防窥膜了。啥也看不见，这会儿我就更崩溃了，对吧？我不知道手机厂商看到这个防窥膜是什么感受，他们花了多少研发经费让这个屏幕变得高亮高清，你29.8块包邮的膜一贴，让几十亿的研发变得毫无意义。其实在传媒领域我也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台有很多优秀的记者，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挖掘内容，去实地报道，但是流量就是抵不过别人一条粗制滥造的短视频。当然说这些我不是要批判什么快餐文化啊，我只是觉得被时代淘汰的是传统媒体落后的传播手段，而它的深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内核恰恰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小鼠羊开，下期见。就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有人离奇，关键闪亮登场以后你还没法摁记。